实已经超过了，因为就是说休息，因为那个什么刚州长刚他讲一多一点点，对对对，这节开始。자기립기립자제好，谢谢。各位同心，大家早安哈、哦，大家好。啊，今日啊，要来向大家分享哈、哦，咱为迄个海洋的角度，为全世界海洋的角度来看咱台湾的一挂问题哈、哦。啊，我用的标题是用美丽台湾。啊，后摆咱海洋的国家，因为咱台湾四边拢是海水，啊，咱后摆要建立一个海洋的国家，咱会拄到什么款的问题？啊，那问题啊，我分几项来讲吼。啊，所以今日的时间唔知道够无够，本来予我时间较济吼，哈、啊，今日来才发现讲，时间有较短，啊，不要紧，啊，讲未完啊吼，咱后摆阁继续讲。今日我用迄、那个。生态的角度啊，吼，含大家介绍讲，咱即马台湾海洋的问题伫倒位。咱台湾伫世界一个海岛的国家，啊，对海洋全世界诶，即马拄到的问题是啥物事？咱台湾不管伫主权地位是啥物款，咱永远都是这个地球的一个成员。咱无法度跳过。这个世界，大家住在这个地球啊，咱独立生活，所以咱大家拢活在一个同款的环境内底。那古早时代啊，一直感觉讲啊，咱人类大部分啊，咱人大部分拢伫活伫北半球吼，咱个地球的北边较侪人伫住，啊南边呢，拢无啥人吼，南边较剩澳洲和纽西兰。啊，所以进前啊，我做海军的时代。啊！迄阵啊，迄个核子原子弹的技术了，啊，不讲足成熟的时阵，大家搁咧试，要试过较厉害。啊！迄阵核子试爆拢走来，通通在南半球哦。他们南半球无人住的无人岛，伫咧做核爆，法国也伫咧做核爆，美国也伫咧做核爆。啊，想讲核爆遐无人住吼，啊，核爆无要紧。结果核爆了吼，过无偌久，咱后摆食着鱼啊，就开始食着有辐射污染的鱼啊。啊，奇怪是安那呢？哦，佮渐渐发现讲，地球敢一粒尔啦，吼、哦！不管你伫倒个乌白个母啊，吼，母到尾啊，吼，拢母着家己。啊，所以渐渐嘛，吼，啊，咱科学家啊，政府开始有即款认知，咱是活伫一个共一个地球内底。咱不管伫地球内底创啥物事啊，将机会啊，吼，拢会落个家己身躯面顶来，吼、啊。所以我今日要用全球的角度。来甲大家介绍讲，咱海洋出啥问题？咱台湾徛伫即个海洋的国家，咱四边拢是海，后摆要发展的时阵，咱拄着啥问题？后摆要安怎解决吼？啊，即个资料吼，我先爱甲大家介绍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这个人吼，这是无去啊！伊啊吼，这人啊，这个番啊，吼、哦，好、哦，这个是我的朋友了哈、哦，这个是中央研究院啊吼，迄、那个研究员，伊是伫多样性生物中心的研究员，啊，伊是去澳洲啊吼，摕博士啦哈，啊，我这个资料吼，大部分拢伊提供给我，因为伊较接咧演讲啊。啊，阮是一个足好的研究的伙伴，所以伊足侪物件，阮物件拢咧交流啊。所以今仔日所讲的物件是大部分然后拢是提供给我的。我讲伊是去澳洲留下在变番啊啦哈。啊，我伊讲袂使，你也讲我相袂起起啊，你爱摕一张含我同款的哈。啊，我再摕一张，这个是我哈、啊，这个是我去英国留下的时阵啊哈，翕的相片。啊，阮两个啊吼，拢是对台湾啊吼，有一个足特殊的感情啦。阮进前一直感觉阮无爱做中国人，所以一直甲别人讲阮是台湾人，啊，佮别人讲台湾人了，佮台湾这个名字都去用去啊。马英九伊讲伊嘛是台湾人嘛吼，啊，一个人，譬如讲吴敦义伊嘛是讲台湾人，
一个人拢讲台湾人，到尾啊吼，讲台湾人煞怪怪，啊未拄着秘书长，啊未拄着民政府这轮船这只，到尾啊，我拢讲，我过去我叫翻啊吼，无你好大，你换叫翻好不好？哈、啊，马英九你讲你台湾人，我唔是，我是台湾的翻啊哈、啊，我拢是翻，翻绝对是台湾人对吧哈？啊无啊吼，用台湾人感觉怪怪，因为迄个面含咱都无共款嘞，那伊也要叫台湾人。啊，即嘛吼，原来咱有法度甲台湾人分开，吼、哦，咱是本土的台湾人。啊，因遐呢，个 people on Taiwan， 因遐住伫台湾，伫遐嫁台湾的台湾人。啊，即嘛心情较好，个即嘛讲，家己讲台湾人，感觉讲啊，安尼较有自信，较有前途，较袂含遐嫁台湾人哦，含做会分分合合，不然变做台湾人，感觉做了足见笑啊。咱台湾含迄款人同款，啊，所以。首先啊，我来介绍这个人哈、啊，这个人是啊，未来啊哈，台湾伫海洋足重要的一个人物哈。啊，咱台湾呢，咱啊为天顶个看的时阵啊哈，天顶看为咱迄个卫星看的台湾是生做这款的，真水对吧哈？哦，咱为卫星看，用准咱为海边看哈，伫、啊、西班牙引来台湾。啊、外国人西船来台湾是为海边看就看船安尼啦，所以讲咱台湾是 Formosa 哦，足水啊，足侪山，足青翠的。但是即摆台湾生做啥物款？台湾的山即摆足侪拢变安尼啦哈。啊，咱的溪啊哈，咱的海边啊哈，足侪拢变安尼啦哈。这二仁溪啦，这二仁溪啦，二仁溪是咱台湾一个上界恐怖污染的迄个所在，迄规条溪拢变红色的。啊，规条溪放下，迄边啊拢是电镀工厂，一挂工厂废水拢排落。咱台湾永春甲咱台湾的佛摩沙吼，已经变作安尼啦吼。啊，当然这有一挂是天然的问题啦吼。咱台湾本来是佛摩沙，即马为海边看，也是讲你坐飞机较低看，就变安尼，差不多迄款情形。啊，即款情形啊。有两个啦，一个是人为的啦，一个是天然的啦。啊，天然就是讲，哦，即摆台风愈来愈大，落雨近摆个落，迄讲一百年有一届啊吼，即摆差不多几年就一届。啊，雨落足大，雨落足大，啊，一定敢会安尼？无一定啦吼。其实咱人为啊吼，甲咱全球、咱台湾家己嘛破坏甲足严重的。啊，即破坏足严重的，其实拢含海洋有关系。哎，莫想讲啊，迄天落雨、气候的问题和海洋无关系。今仔日这个主题就是要甲大家介绍，其实咱气候的变化，拢去有海洋影响着。啊，所以海洋影响着，是安那海洋影响着，因为咱做足侪代志，哈、哦，咱做足侪代志，甲海洋改变，海洋之后，伊大大的改变了，变作伊自然呐，哈、哦，会对咱一寡反扑，哈、哦。啊，即马先来介绍台湾，咱住伫即个岛内底，咱台湾用海洋的角度来看，有几种无同款的生态哈、哦。这就是说，大家有较了解，比如讲，哦，咱有足侪啥物湿地啦哈、哦，什么七股、四股，像阮伫海边无靠海、靠河口的所在，啊，水较浅哈、哦，啊，就有即款湿地，啊，无就伫咱溪出海口啊哈。哦有这款的生态系统，啊，这生态系统啊，较北边吼，伫嘉南迄边，都作侪这款哦，岩礁生态系统，石头啊，海边啊，红平吼，种海蚀平台，啊，过来就是咱的东边，咱的东边啊，吼，花莲迄边出海无外远，最深种几百米的吼，几百米，还有大洋的生态吼，啊，所以底下我还有看到鲫豚，就遐个较侪吼。阿弟，搁过来，这是我家己喝的啦，因为本来是阮朋友是讲，这是叫做深海生态啦哈。深海生态是存在这款呢，全世界啊哈，有几啊位。啊，这是咱科学家发现的一个足特殊的生态。一般咱生物的迄、那个能源啊，能源的来源是太阳，无日头晒袂到的所在，根本无法度活。啊，但是。海底5000公尺以下，伊无日头晒袂着，所以也无法度进行光合作用。
啊，迄个所在呢，但是冇生物，就靠啥？靠火山。伫5000公尺以下的水深嘛吼，有家己一个特殊的生态系，伊毋免照着日头，伊有法度家己生活。啊，伫台湾，咱无迄款5000公尺的火山，但是咱伫一个所在，遮，遮大家拢知，看了这个岛就知叫岛，叫啥岛？孤山，孤山岛啊吼。是咱台湾一个足特殊的所在，伊伫孤山岛，你要看这是啥？这是下骹吼，下骹拢吐迄硫磺泉呐，拢吐硫磺泉啊，所以说白白啊吼，迄是下骹硫磺泉起来啊，硫磺泉吼，伊毋是24小时咧喷哦，伊是有时有阵咧喷哦，啊喷起来时阵就变安尼，伊这样。啊，这，伊这白白啥，你知影？白白这是啊吼，伊迄咱这是黑潮行过的所在，黑潮是足营养的海水。啊，伊啊吼有足侪迄个浮游生物啊吼，安尼流流对水也流过来。伊迄个温泉水啊吼，温度伫迄个口遐百几度，啊出来喷出来吼，哦，这水温度嘛介悬，怎啊甲这浮游生物甲煮好食？啊，煮好食了吼，哇，都好康着真。这就是迄落喷水口，这大概水深只要20米以内啦，吼，10几米、20米。啊，这个也是，就是咱台湾啊，底下研究啊，这个生态讲哦，啊，这咱5000公尺以下搞这款生态，啊，台湾20公尺里头照得到，啊，这生态含迄5000公尺有啥无同款？啊，伊做这个研究啊，吼，他研究了，他定伫咱全世界上介好的杂志叫 Nature， 哦。啊，这个是，这个我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，含我拍到迄朋友同事啦，哈。啊，伊讲啊，伊做这个研究啊，等于拢很保密啦。是啊，你知哦？因为这出来吼，硫磺出来变硫酸，啊，所以变硫酸啊，哦，底下足艰苦呢。你看看伊面无戴头套吼，迄面泡的水是 pH 4.多，迄是那硫酸安尼哦，等于臭光光啦，吼，好足艰苦。啊，这内底啊吼，他都要讲。起来，伊喷出来起来吼，面顶遐个海水的遐个生物啊吼，怎煮熟去？煮熟都好康着一个。这是咱台湾的特有种，拢比你下骹。伊惊烧啦，因为啊吼，网络面顶拢讲伊是煮不熟的螃蟹吼。我朋友特别搞搞，但用你爱甲大家讲哦，这煮得熟啊，这煮不熟。伊啊吼，大个所在嘛无法烧啦吼，但是伊底下是安尼有法度啊，爱着靠这啊。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啦，吼、哦，伊喷出来了吼，面顶遐浮游生物都叫煮熟，所以伊唔食啥物，伊就食青哦，伊拢食熟的哦，吼、哦，啊，面顶遐煮熟遐白白遐落来遐，爱就捡来食啦，哦，所以伊唔食硫磺哦，哦，一般吼拢讲，伫这款生态拢靠食硫磺，食硫磺免来活啦，吼、哦，即摆食硫磺袂活啦，所以那个奇怪，而且即摆底下免活，其实伊是食熟的，喷出了面顶遐浮游生物啊，煮熟了落来，吼、哦，伊就来捡个食个欢喜个。啊，所以伫遮有伊个有法度伊活落去个原因，哈、哦，有法度活落个原因。啊，这是台湾特有种，全世界即款只嘛吼，加三种尔。吼、哦，啊，伊些脚吼足奇怪，伊些脚吼咱骗子个。那一般迄、那个只嘛脚拢加刀嘛吼，尖尖来来，因为迄是要相拍个。哦，要小夹的，要甲对方夹好断。但是这款钱嘛，伊无你小拍，伊在那骗钱啊吼，当夹起来吼物件吼较好夹吼，较袂尖尖夹袂落断去。啊，个啊吼，咱台湾上个重要，嘛是全世界上较重要的。咱有一个珊瑚礁生态系统，咱珊瑚礁生态系统啊吼，那是对咱一寡海岸的保护吼。因为生态迄个珊瑚礁诶，那人工的提防，自然的提防，那免做免，那免坑迄个三角的肉掌。有珊瑚礁吼，哦，伊都海防个国家做好，袂去有海水甲你冲着。唔呐安尼尔，因为全世界加几位啊吼，有法度畅水，看到足水足水的珊瑚礁，咱台湾是其中一个。啊，所以这对澳洲来讲哦，可赚偌济钱呢？珊瑚礁啊，吼，伫全世界啊，吼，甲
28万平方公里，伫咱台湾就垦丁、绿岛、南苏，啊，伫亚利有一点啊，吼，啊，伫台东有一点啊，但是啊，垦丁和绿岛、南苏这三个所在啊，是全世界有名的畅水的点。啊，畅水人要来畅水，毋是怎啊一个人来呢？迄畅水就要装备足济，哦，迄代志个爱开袂少钱吼，啊，所以伊毋呐讲是哦，生物足济种，你甲咱若去迄个河口啊吼，啊去迄个啥物啊七股，啊你去看到鱼有限呐，吼，伊遐鱼遐种类有限，但是伫珊瑚礁迄鱼遐拢是几啊万种啦吼，无共种啊几啊万种，啊佫有足济。唔知影吼，所以伫珊瑚礁常常发现哦，永存唔捌发现过的新种。啊，最对咱来讲，对咱来讲啊吼，是足大的生物的资源哦。所以，即马伫垦丁有一个国家公园，伫遐保护掉的。啊，但保护那保护啊，即政府的法律啊吼，其实是无讲介周完呐吼，无讲介完整，所以啊，保护了即马效果无讲介好吼。啊，全世界啊，包括咱台湾海洋啊，吼，有四个大的危机啦，吼。第一危机就是讲，咱鱼啊掠过头，咱鱼啊吼，为着要做食物啊，吼，哦，安尼一直掠一直掠，较听来讲，是啊，有法度掠过头，啊，无会生一个拢是几百万只的，那互你掠过头，较听甲伊介绍讲，是啊，掠过头。第二个就是伊大个所在吼，互咱个破坏去。啊，较听来甲你讲一下，咱古早时代是台湾常常看到的一种叫做化石的生物啦吼，啊，已经拢无去啊，吼，甲剩偏乌尔，啊，污染啦吼，污染就是因为工业的问题，所以迄个伫彰滨工业区要做一个国光石化，啊，足侪人个反对，啊，反对到哦，迄个结果咱的环保署啊吼。要颠倒变啦！环保署应当爱保护环境的，应当徛伫阮这边，叫做环保署做徛伫中国石油迄边啦，吼、哦，中徛伫台塑迄边讲阮唔对，啊，但是啊吼，到尾学术界的力量太大，啊，逼伊到尾啊，我唔敢去吼、哦，啊，但是是暂时无要去啦。你若佫互国民党、中华民国之前，我甲伊讲，伊绝对会去，吼、哦，伊是安要去，啊，都甲。台湾迄款高污染的工业啊吼，要留伫台湾，后摆啊含中国啊送予中国是全部中国高污染工业拢来摆台湾，啊所以这样吼，这是咱民政府一个责任吼，绝对爱甲这高污染的工业啊吼，拢甲伊离开台湾，吼咱无需要赚这款钱，这款钱是艰苦钱、垃圾钱，这后摆赚出来子孙啊吼，拢伫带伫粪扫堆内底吼。啊，第四个吼、哦、危机就是气候的变迁。气候的变迁，这是全球性的问题。啊，全球性的问题主要啊、哦，有几啊原因，较等下会给大家介绍。啊，讲咱掠鱼掠伤侪，先掠鱼掠伤侪，因为技术太好诶。永存讨海掠鱼啊，一只船啊去放网啊落，钩钩钩，不管你钩面顶钩下开，啊，一只船啊钩诶有限。到尾讲哦，这鱼啊较侪啊，安尼钩伤过无效率啊。发明一个外有好多好多人呢，迄个大型围网，宜兰遐嘛有嘛吼，哎，大型围网是安啦，伊安只船，一只大只，一只细只，大只船是要逮鱼啊，等来，细只船呢去靠网啊，即阵啊吼，迄细只船来解网啊拖来，哦，海啊吼，伊鱼探去探到鱼群，拢洄游性鱼类，像煎鱼的、尾鱼呢，规定呢吼，伊就去趴一阵啊，木船一只，趴一阵个，遐鱼遐围起来。啊，下骹吼，伊鱼围起来那一个围墙安尼，啊，下骹甲收起来，我看你要怎个带？无死啦，拢掠起来，唔是不，唔是死啦，啊，就是伊下骹缩起来了吼，伫迄网啊去围着个吼，拢无直接走下去。啊，收起来时阵你看，吼、哦，偌有效率嘞，你看，靠啦，即、這个鱼啊靠啦，啊，看你鱼啊偌高生，吼、哦，偌高生，都安尼甲掠了了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、啊，技术愈来愈好。咱有鱼探机，咱本来伫海，讲要靠老船长的迄个技术啦，靠伊经验啊去带掠到鱼，真啊免啥物技术，迄科技用鱼探机拍落去啊，伫到龙角鱼啊，吼、哦，所以鱼啊无直接走去。啊，咱啊吼，用1950年含2012年啊吼，咱掠到鱼啊吼，来做一个比较，你就发现讲危机真正发现。譬如讲，1950年，
伫迄个珊瑚礁抓到遐只大尾，吼、哦！啊，你咱伫海边看到，伫迄、那个哦，鱼啊拢剩只大尾，用阵鱼啊只半人高哦，哦，这种石斑较济啦吼、哦。啊，即个即毛珊瑚礁鱼啊，你看鱼啊剩钓钓尾啊，愈掠愈细尾。啊，你看用阵钓钓1950年的这款。剑鳍鱼啊，你也着差不多2人高啦，即嘛超过1人高安尼啦。啊，这是鱼船啊，你也着，嚯！你看鱼啊，钓到对涂骹，起码安尼，咱愈掠愈细只。永存掠拢真大只，起码掠真细只。永存掠足侪行，起码愈掠愈少行，鱼啊种类愈来愈少，所以这是互咱。一个警讯，讲咱海洋的生物，毋是咱的食物啦。海洋的这些生物啦，应当含虎爬狮鲳同款啦，是一种野生动物啦。咱袂使甲当讲哦，这咱的食物，海就存咱的温啊呢，啊吃起来咱不甲食，食到尾你就无通食吼。啊，无通食呀呐，无通食毋是咱腹肚枵尔，因为规个食物链。崩起了吼，规个生态系统会崩起，规个生态系统崩起啊吼，咱即马看得到是鱼啊，看袂到是即个内底足复杂的生物的关系，遐关系也崩起，地球会真正崩起哦，吼。嘿，食物链的问题，食物链的问题是足复杂的生态问题，包括甲即马生科学家佮无法度完全了解，但是知影讲，即个崩起啊吼，绝对会足麻烦的，因为包括。甲微生物啊，吼，伊一挂互动的关系会怎失去平衡？失去平衡了吼，后摆咱一挂要分解的物件、要生产的物件，拢无法度照咱即马看到迄款定数来进行。咱的地球会真正到尾啊，吼，剩微生物了。啊，剩咱最近啊，无钓一只大白鲨，吼，啊，大白鲨钓着讲做功德了，吼。伊无，咱也无拜山大拜山掠起来，会去夹着人。这款观念吼，其实伫外国啊吼，是已经开始咧改变哈。咱有法度用足侪方法来保护遐个深水的人，啊，无需要甲这鱼啊甲掠个，因为这款鲨鱼已经足少足少啊。所以最近无掠了一尾，然后佫继续佫掠2-3尾，而且掠了母的，掠了要生。啊！你掠到迄只，遐囝都拢讲后摆都无机会活嘛。所以伫全球啊吼，一直对即款生物的保护啊，一直咧加强讲，咱永存的观念，甲海洋的鱼啊当作咱的食物，甲海洋只较大只吼，甲咱当作咱的敌人，这款看待的方式啊吼，其实是唔对的啦吼。啊，苏家全伫啊屏东做馆长的时阵。伊杀一个叫做黑尾鲫，哦，啊，伫屏东赚足侪钱，啊，着好康着一时阵啊，吼，搁过来咧，咱之前啊，吼，迄个黑尾啊，吼，一年啊，有法度掠10,000尾以上，即马愈来愈少，啊，所以黑尾鲫即款的思考模式，即款的迄政策是对的啊，唔对，即款政策叫做短视近利的政策啦。就是讲，哦，现在做馆长，你杀这個政策，哦，互你做请赢的，讲，哦，你馆长做好的，大家赚足侪钱，但用赚几年，赚无几年，你即马去黑尾鲫，黑尾鲫像母亲节迄阵啊啦哈，像黑尾鲫，你敢我都食到黑尾，愈来愈少啊，因为呛讲黑尾，大家拢去掠黑尾，啊，黑尾愈来互你掠愈少，即款鱼啊变大个只大只，无简单呢。啊！你随个食掉，而且用尽各种办法，因为好价，大家安尼个炒价要怎嘛？已经啊吼，愈来愈少啊！你鱼啊愈来愈少，咱掠了只少，伊生出来会愈少哦。啊，生出来愈少，你可继续安个掠，搞不好真正无虾尾通食哦。啊，所以后摆民政府一挂政策爱考虑较长远的，唔是讲纯即嘛讲哦，咱即嘛。关于馆长上届在做八年嘛，拼后摆安怎无伊个代志，袂使安尼想吼。像黑尾鲫即款的思考，无想到10年、20年、100年的影响的政策的思考，对即个国家来讲是一个危机。吼、
啊，所以科学家哦讲啊，咱安尼掠落啊，2048年，控四十八年啊，差不多鱼啊，反正掠了了哈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栖地的破坏哈，栖地的破坏都是伫咱台湾啊，足济所在啊，足济所在，甲海边当作咱的游憩场所，咱要去啊佚佗的所在。啊，去啊佚佗为着安全，为着方便哦，去足济物件，去足济像即款的饭店。去饭店唔是讲袂使哩，你像足济啊，伫帛琉啊吼，即个东南亚的岛屿国家，靠伫海边，靠去别庄吼，去饭店来吸引观光客来遮消费，这唔是袂使。啊，但是啊吼，咱台湾咧做这个时阵啊吼，因为财团的概念啊吼，伊对迄个环保啊吼，对讲遮会用去袂用去，咱爱做一个环境影响评估啊，拢个做个做落错，我都袂爱即块啦。啊！即卖环境影响评估，你看咱最近为着环境影响评估，还抓袂少人哦。是安那？遐教授都配合财团嘛？哎，都你讲遮会使，好，我就甲你评估遐会使哩。都毋是讲照起工去评估。啊，你存即个美丽湾即个所在，咱台湾诶珊瑚礁区哦，其实直接要起即款靠近海边啊，吼，靠近海边啊，有法度接近水的所在，其实。啊，阁有啦，但这个所在都是有台湾啊，几种特有的珊瑚一只，啊，一只起落，尤其是你工程你做的时阵，沙水落去，咱台湾为着省钱啊吼，其实必伫海边起厝，爱有足济足麻烦的手续，较好你的你起的过程啊吼，你的工程的废水啦吼，啊，迄落水土的保持啦，啊，就讲去沙啦吼，袂好走落海底。你走到海底，刷一个坎的，遐珊瑚拢翘起啊！啊，但是要起起来的时候，伊较无管理遐济啊，伊方便较紧起起来，较紧趁钱，较要紧啊！啊，所以是安那款来反对美丽湾直接咧起这个饭店，起这个饭店上界大的危害就是讲，一般咱台湾直接咧起的时候，因为伊管政府和财团两个底下咧勾结，吼，互因。方便，啊，就凊彩方便去，方便去，所以这阵环境影响评估是其实是无过，但是应该去了后，佮讲好佮补件嘛。所以即马吼环保署啊吼，为着这个美丽湾的迄、那个争议啊吼，我佮即个佮联署要佮抗议，讲袂使，袂使佮发酵。伊讲用补件的啦，伊讲啊吼，永春啊吼啊时机已经过啊吼。哎，唔知啥物叫艺术个司机过啊？你政府唔得徛伫倒一边吼？你政府就徛伫财团那边讲，无法度啦！你司机过啊？你当初吼啊，未去进前，你都爱甲存即马则有力啊吼，甲抗议，可以袂使起起来，啊，怎样起起来啊？啊，伫法律上，伊讲啊，你只好报件就好啊，报啥物件啊？报件用手写写，你要写啥？你要求啥，伊写啥互你啊？啊，所以这边还佫食饼嘞吼，还佫咧食咸的饼。我们朋友啊，他在迄个番啊，澳洲番迄个为着参加这个抗议，去因母啊骂个，因为因母啊熟悉一个直接投资的财团的太太，吼、哦，讲你着叫恁囝唔通阁继续吼、哦，啊无法度，我朋友讲你无关系，所以我最近阁继续去抗议这点吼，伊、哦、阁要继续要阁予伊哦补遐证件，要阁予起，啊这个真母嘞吼，啊但是。啊、中期尾啊，你也可以，你存讲你为啊，东港去吼，去垦丁，咱的正秋坪海华遐，常常去过厝。啊，去一过厝啊吼，有一栋是永春是刘家昌去的，去伊要做别庄的，吼、哦，去一百外栋的呢。啊，去遐厝啊吼，去伊本来是要家己住，但是到尾无合法，啊无合法啦，啊就要变废墟了。其实伫咱台湾吼，伫海边起厝啊吼，要做观光啊吼，要做即款要互人来住，要互人佚佗，也是讲要卖别种的啊吼，其实无成功的介济啦。是安那？因为咱拢无照起工去。伫东北角遐嘛有一个，我大概毋知有印象无？起先啊飞碟迄有无？哦，足济，即拢变废墟啊，那鬼屋的。啊，是啊，起安尼，迄当初就是咱去的时阵，拢无考虑着，迄个所在东北去桂乡来的时阵吼，
吼、哦，又个淡，又个湿，又个咸呢。啊，所以物件拢无照去工作，迄人根本袂大哩嘛。迄寒天寒到要死，迄空拢为迄窗仔口灌入来。所以伊一寡设施做了无好的时阵，迄甲别人变废墟，啊，迄边啦，啊，只要甲别人拆掉嘛，拆掉的时阵对海华来讲，伊的破坏已经造成啊。啊，要佮恢复倒来哦，迄毋是讲今仔拆掉，明仔再佮恢复，永存也袂起进前安尼呢。迄个开足侪时间，伊生态的问题啊吼，毋是讲纯咱起是讲啊要拆掉，呼呼的，迄个如何去佮扫扫变平地，明仔再就佮恢复美丽的台湾，无遐紧呢。咱即摆佮吞大了，咱来开足侪时间，足侪时间，互伊恢复永存。咱伫互西班牙人看到讲佛摩萨迄款感觉。咱够用足侪时间嘞吼，所以咱大个所在吼，一直个起，这是为海底啊掀起来，这就是伊阮朋友翕的吼，伊就是用迄相机啊吼，就用伫海底翕，掀这个所在，你看海较近，迄出去五公尺就打着这款珊瑚啊。啊，咱是要爱这个好，这好个人赚钱，啊是要保护咱的自然的环境好留落来。起会使起，但是你起的时候。咱的规定含咱的施工的方式，拢来足严格规范。啊，无啊吼，伊起好啊，啊，即就拆去啊。啊，咱到底是要爱啥物物件？要好个人赚到第一站的钱，赚了人看来去后摆去美国、台湾死活含伊无关系，还是讲咱要保护即个环境？后摆咱用一个较严格的方式来处理咱海边，吼、哦，咱来起厝，咱来起，互咱带了讲哦，含美国人同款。美国人住伫海边起厝，你也看电影吼，因咧起厝啊吼，诶起方式含咱一般伫台湾看迄是无共款的吼，伊密度无遐悬吼。啊，佮最近啊，上届啊，一个忽然间跳出来几题，就是即藻礁啦吼。啊，即藻礁啊吼，伊先啦藻会变礁啊吼，海藻啦吼，海藻变礁，迄是一种特殊的海藻啦。迄、那个海藻含迄个珊瑚是同款的，伊会甲迄、那个啊、碳酸钙吼，迄、那个石灰啊吼，会堆积伫藻类面顶，啊，所以藻类死离了吼，就那像空石膏安尼一层一层一直空起来，一直空起来，啊，所以变作伊啊死去了，就变作一个海花，啊，珊瑚同款，会同款的迄款功能啦吼，啊，哥哥你看，为着要做这个保护工程。完全无考虑到讲，即藻礁伊自然的生态对海岸的功能，伊用石栏叭起来，砍起来。即一般来讲啊，吼，即马一寡县政府咧做即款啊洪灾啦吼，海岸处理有较巧一点，拢用生态工法啦，用生态的方式，卖去控水泥啦。哦，卖用水泥甲空起来，用石头一粒一粒，哦啊，用较自然的物件去空起来。但是这伊空起来说，下骹是藻礁，迄藻礁是活的物件，活的物件就是伊会一直阁发，一直发。啊，你甲空起来，遐人全部翘起啊！吼，纯粹都是另外一个咱对海岸的破坏啊。因为阮无迄个知识，也是讲咱无愿意去做较复杂的诶一款工程。啊，怎啊？轻轻彩彩，然后就讲遐钱，啊，就明仔载要用，就讲轻轻彩彩用。咱台湾轻轻彩彩太久诶。我去英国留学进前啊，伫台湾完全无感觉。啊，就台上大，我带三十几岁去英国，去一年，回来第一件代志就是感觉讲，我台湾哪歹啦，看到臭白的，因为伫英国迄厝啊，看起来吼，拢足和谐，啊，看起来无讲介。豪华，但是看下足水，含伊个环境个背景啊吼，当作搭配。等下台湾就看哦，足差个，拢换厝，吼、哦、啊，着剔厝哈。大家换厝头座位顶拢去剔厝先啦，因为大家换厝去了拢会漏水的。啊，去了漏水，只好去剔厝啊，无你变来掠漏掠袂赴啊。啊，每一间厝面顶拢一个水塔，啊，看足奇怪，啊，看足差吧，大家拢四角形个。啊，伫英国看个拢斜屋顶，迄、那个因为土地真宽，吼、哦，土地真人无遐济，啊，所以，迄含落雪无讲介大关系啦，吼、哦，因为落雪是有限啦，伊无足济所在落雪。像我伫英国，我住遐个所在罕哩落雪啊，已经足北边啊，就中部落雪是较苏格兰迄边落较厉害，啊，其他较袂安尼啊，啊，但是你伫台湾，伊不管安怎起啊，吼、哦，互你起起来。感觉就看起来
做和谐，等台湾哦，就拢做歹，是安那歹，咱就要紧啊，要俗啊，要大家较紧有一间厝住。后摆啊，民政府执政了啊，吼，我讲这个代志拢安慢慢解决。好咱呢，即马渐渐我讲哦，咱来要求天际线，吼，讲咱看起来吼，咱两边拢是厝，拢叫厝砸掉的。渐渐有这个想法，但是啊，个做了无够好哈。啊，这是咱啊，对咱一般。伫迄、那个，伫咱台湾的建设啊，吼，一寡个问题就讲，咱要爱紧、爱俗、爱方便，爱紧、爱俗、爱方便，做了结果啊，吼，咱阁无迄个技术，都给甲台湾用甲作歹，吼，啊用甲吼，啊按后摆啊开足侪钱、开足侪时间来甲即个问题甲处理掉。啊，另外一个就是讲，啊，咱做足侪工业区，做足侪工业区啊，吼，甲海填起了吼。即个海填起了，咱阁无存，哎，伫阿拉伯遐个技术吼，因遐做一个填海造镇啊，遐个足大技术，遐毋是讲吼、哦，你甲填填有土地就起工厂咧，土地起工厂，即足侪问题，水个问题，用水个问题，啊个排水个问题，啊个过来你物件要运输个问题，你甲即个海岸，即海岸会用互你填，会用互你填嘛，不用互你填，即水有你行，无你行。你最有你行的时阵啊吼，因为这是西海岸，这张斌讲伊这西海岸，西海岸伊海流你流的时阵啊吼，你往伫东边流搁较紧，西边海水，你爱看所在，迄个所在，像咱你若讲伫西边啊吼，每一个港口伊的潮差啊吼，伊涨涨潮含退潮，伊的潮差的距离啊吼，啊大个所在啊吼，伊的水流就足紧哦，伊的。侵蚀的足紧啦，啊，到时遮咩啊处理哈、哦？啊，所以啊，因为咱填海造陆啊，造成足侪，本来是这是垦丁啊，这个核三厂的所在，本来啊吼足清脆的山啊，到足清气的海水，都、就是咱填海啊吼，咱伫垦丁遐起足侪饭店的，啊，水质保持无好，所以我会记我。伫打开始的时阵啊，伫差不多1990年的时阵，伫垦丁畅水做研究的时阵，迄去啊吼，足少看到沙啦。啊，即马吼，只要落雨啊，超过2000公尺，你开车过啊，落雨天过，你看到海的时阵啊，超过2000公尺拢是黄的啦。吼、哦，迄是安那？迄是山顶的土，因为咱开垦种水果，吼、哦、啊起饭店。啊，水土保持不好，落雨一冲就弄过。啊，伫珊瑚礁区，咱讲这是一个台湾上界重要的珊瑚礁区，爱刷落去啊吼，遐个无法度走的生物都去刷砍掉的，砍久就会死。好、哦，所以这是一个啊、咱利用土地啊吼，无利用好先对海啊吼造成的一个伤害。啊，怪到海有污染吼，这污染啊对。咱一般人来讲啊，感觉无啥会出来，因为海啊大，水遐济，那个倒垃圾啊倒外，那有要紧。吼、哦，即马开始知影有要紧啊！吼，即马因为啊吼，海伊毋是像咱想的较简单，海有海流啊，像这个啊吼，像太平洋啊，这是太平洋，咱台湾就是一只，哦，啊只日本，哦，啊只是美国含加拿大，啊这是北半球哈。哦伊迄海流啊吼，因为咱地球伫震动，啊地球面顶装水，啊所以地球咧转的时阵啊吼，迄水会无跳出外太空，所以只好啊吼照咧转的方式咧震动。啊震动有地心引力的关系，所以伫这内底啊吼，弄到边啊吼，弄到边，弄到那土地就开始转，啊所以变成洋流，啊所以伫。太平洋啊，有两个所在啊，吼，是叫做大垃圾场。因为你淡水所在，哦，你讲无遐，无看，走来遮啦，吼、哦。因为太平洋环流吼，伫遮只扩扩西，扩扩西，把这垃圾全部集中伫遐。啊，集中伫遐吼，伊只有十公尺的深啊，吼，诶，迄个粪扫啦，吼、哦，伫遐慢慢分解啦。啊，分解有诶物件，像塑胶迄度真分解咧，吼、哦。啊，这物件到尾会走去倒呢？因为食物链的关系，咱所想讲，咱待在海底，看到海水较侪，会怎个哦稀释去，会怎个扬去，你拢看袂到。
袂看袂到，伊到尾啊，为藻类光合作用，为虾啊食藻类，藻类佫去予鱼啊食，细只鱼啊佫去予大只鱼啊食，到尾啊走来噻，走来咱腹肚底，吼、哦，咱一寡迄个生物，比如鸟啊，吼、哦，食甲规腹肚的垃圾，像这即只海龟，怎啊卡伫遮袂顶袂动？你看有的海边已经变安尼，所以海毋是像咱想的。汉尼啊，有大个迄款啊，包容的力量，互咱的即个生物啊吼，还是讲即个粪扫有法多伫内底分解。像即届伫日本，迄、那个地震了，伊个核电厂哦，伊个核废水啊吼，一直拼落海底讲无大啊，无日本挡袂掉。伊拼落海水了，走大有只船啊吼，去互迄个海啸啊，佮冲落海底了。迄只船怎去予海水大带去美国？啊，所以你毋通想讲啊，反正日本啊吼，含咱无关系，含咱拢有关系。世界每一个角落，海有接触个着，空气接触个着，每一个所在发生问题，大家拢会着。吼、哦，啊，海洋个污染嘛吼，对一挂生物啦吼，诶威胁。迄个啊，阮伫遐查迄个张滨工业区讲。袂使伫遐去，最主要就即只啦，吼，叫白海豚呐。叫白海豚哦，啊，迄个，甲派迄个吴先生讲，啊，海豚伊家己会转弯啊，即水无好伊家走啊，他毋着转弯嘞。伊说无转弯之前，毋来死偌济去啦，吼。啊，因为这是保育种、保育类鱼种啊，吼。即款哺乳类啊，是保育类的，你看，即全世界已经全部偌偌济只吼。啊，大家有一个观念哦，是嘛？即马大家拢直接计较讲，哇，这生物无去啊呐！这是即马啊，全世界发现讲生物无去啊吼，是一个环境的一个警讯。生物若无去的时阵啊吼，规个环境就是有发生问题，生物才会无去。啊，生物比咱较敏感。啊，咱若毋知影讲啊，环境咱但遮咧哦，用咱用石油创啥创啊？咱拢哎，结果咱嘛活了好好啊，吼、哦！人也无安啊，人嘛继续愈来愈侪啊。咱无感觉到环境已经无同啊。啊，即嘛，咱要知影是安环境无同啊，生物无法度伫遐活，就是去看讲啥物款的生物无去啊。有一种生物无去了，代表你即个环境已经无法度和即个地球的环境已经含永存无同啊。含永存无同的时阵，都会造成生物的消失。啊，这无同虽然对咱人也未影响到，但是已经无同啊。咱要有警觉，爱来处理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伫海边作些即款石油工业，这是高污染的工业哈、哦。啊，因这样一直硬整讲整无哈。啊，所以啊、因为时间到了哈，大、哦、家。还有两分钟，好，两分钟我就开始讲一个，啊，这温室效应啊，我后摆再讲了哈，哎呀，啊，温室效应这张来讲就好，这张啊是一个美国人做的啦哈，伊讲咱地球愈来愈热。大家讲，敢有看这就知哈？伊、哦、用一条讲咱女性的迄个内衣啊哈，那、这是阿祖的内裤啦哈、哦，这是阿妈内裤。啊，愈做愈细呢，哈、哦，是啊，因为这个地球愈来愈热，咱看咱穿的服装的迄个形式啊哈，就来证明讲咱地球在暖化哦，哈、哦。啊，其实啦吼，我是要给大家看一个啦吼。哎、欸，这个啦，咱伫台湾啦吼，以前咱老辈拢捌看过这個，叫做蚝。蚝本来是台湾这蓝色个吼，这条线拢看会着蚝。蚝是本来是咱老一辈摕来做水库啊，有无？吼，这电库库啦。哎，好遐饭类吼，好遐都是咧摕来做水库啊，还是插地菜。这本来是正足济，这样吼，爱细只的时阵啊吼，爱伫咱的海岸吼，有沙的所在，爱伫遐生，
爱伫遐食食食食食，到大只时，佮会走落去深海内底。啊，即马咱的海花吼，毋是污染啦，啊，无用水泥甲空起来啦，马上夹来，迄种伊拢无法度活。所以本来古早时代是为遮可能是倒位啊，桃园。哦，遮叫做面顶的吼，甲布袋伊台南，规海花拢有哦。即马甲村道、村平哦。村平哦，本来布袋阿古2008年啊吼，阮朋友做研究，2008年是布袋阿古掠着，即马哦，看那找都找无啊啦。所以即马蓝色的表示讲已经无啊，红色的表示讲阿古有结果啊吼，2008年个只。啊，所以咱台湾的自然的环境啊，海洋环境已经变作侪啊，吼、哦，变作侪啊。啊，所以咱啊，接种了后，对于这咱台湾未来要阁继续大落这块土地。海洋是一个很重要的，海洋对于咱来讲，伊会影响到咱的气候，所以咱唔呐爱甲家己顾好，嘛是爱含世界各国啊吼，共同来甲这海洋的问题啊来解决。啊，咱才有法度行行顺顺，拢伫这个土地，有法度快乐生活落去。啊，安尼今仔日时间到，我就讲到这哈，多谢各位，请起立。